今天吃一个糯米笋炒腊肉啊。糯米特别脆嫩，江西米粉，用这个酸菜炒一炒，然后再煮。感觉有点烫，刚煮好。哎呀，确实有点烫。霉豆腐。这个江西米粉超好吃，把酸菜炒一炒，然后放点人参灰，然后加水煮。米粉的话，先用开水泡个20分钟，然后捞出来再煮啊。
菜汤了。